四、三、二。你，还有你。既然她是小孩子阿姨，你就是小孩子的姨丈了。我跟你讲，再怎么说都是人家媳妇。我看你长得那么高，个那么高，连小孩子怎么说都是人家媳妇。我看你个子那么高，连小孩子都搞丢，你莫名其妙。来看。亮相，洗个腿！萧国兴三生有幸，竟然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我的偶像，洗个腿，真是太感动，太幸运了。敢问洗个腿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好好的一件衣服，本来穿在你身上？变得三千了，是是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也会好好培养气质，每天读书写毛笔字，让我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会像个人。三五四三二。小星星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看你有什么事情啊，直接打电话给我。知道。一个短分钟。